要諒解家人的苦處啦，或者不好的地方，還有要關心對方咯。多啲 family day 咯，覺得家人係好關心咯，包容大家。家庭關係，家庭關係，我覺得家庭關係重要啲。我覺得家庭關係重要。家庭關係比較重要。一起參加 UNICEF 青年使者計劃，保護兒童權利啦！